热刺有意孔多比亚，据英媒《镜报》报道，热刺有意瓦伦西亚后腰孔多比亚，而他们被告知要想签下法国人，他们必须支付7000万镑以激活买断条款。热刺今夏还没有签任何新援，现在热刺主席列维将25岁的孔多比亚视作中场位置的有力补充。热刺此前求购维拉的格拉利什已受挫，镜报认为签下他有利于暂缓热刺球迷的焦虑，但据悉瓦伦西亚无意放人，除非有球队激活他的买断条款。孔多比亚上赛季被国米外租至瓦伦西亚效力，17-18赛季结束后被瓦伦西亚2700万欧买断，同时双方签约4年，违约金8000万欧元，约7000万镑。来自直播吧。